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末小涛，今天给大家带了一款三一英雄版，带大家看一下整车车况。这是2018年7月份上户，500的马力，表显里程17万。看一下前轮轮胎，前轮轮胎是一个89成新左右，全车轻量化钢圈。看一下动力搭载的是Weichai的发动机，法斯特的变速箱，单跨油箱的配置啊。看一下发动机。后桥是一个微推拉杆的设计，后桥速比是3.36。带大家看一下内饰，多功能方向盘、液晶仪表、娱乐大屏、双叉束锁，后面是加宽加厚的双望，包提挡、包过户、可分期。有喜欢这款车型的，可以后台私信留言。我们都被困在这。